行脚。到。然后嘞。为什么叫鹿角坑溪？就是因为它的水系有没有像什么像鹿角？我们今天要走的主要是枫林溪，枫林溪就是鹿角坑溪的一个支流，一个小小的支流。那鹿角坑溪最后会流到哪里？流到黄溪，是北黄溪哦，不是南黄溪哦。黄溪有分南黄溪跟北黄溪，南黄溪就是天母那条黄溪，那北黄溪呢？北黄溪就是指流到金山的那条溪，那我们今天要走的鹿角坑溪呢，就是属于北黄溪流域，所以它算是北黄溪，就流到金山那个黄溪的上游，也是很好的一个水土保持的扮演这个角色哈。
说，这边需要摆设。